个节目更加精彩，因为是我的节目。那我相信大家饱了那么多眼福，也来享享耳福。下个节目是由我和黄胜弟兄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《猜谜》。哎，黄胜大哥，哪儿呢？哎，来来来，大家过年好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！我们先给大家拜个年吧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主恩满意。哎，黄胜大哥，哎，今天有幸，你看啊。这个我们教会啊，什么东西都要会，这个不会主持的相声演员就不是一个好的音响工作者。没错，个个都蹲着，个个都蹲着。对，哎，今天有幸，好，咱跟你两个来这里给大伙带来一段相声。哦，相声，相声可不容易啊。哎，嗯，你看今天咱给大伙猜个谜怎么样？猜谜语。哎，猜谜语好啊。好，行吗？行，我出题，你来猜怎么样？行啊，没问题啊。行是吧？啊，你看啊，我这谜啊有不同的等级，还有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还有大学。您看，你先来哪一套？分这么多呢？对，我啊，今儿也别欺负你啊，你也别说大学，你先来小学的吧。小学是吧？啊，好，听好了啊。哎，说我问你，嗯，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世界上啊，什么动物最高？对了，这容易啊。猜，长颈鹿。长颈鹿不对，大长颈鹿。啊，就这不一样吗？有什么区别不是？长颈鹿不对，我跟你说。长颈鹿不对。哎，再猜。恐龙。恐龙。啊不，大恐龙。大恐龙。大恐龙又不对，我跟你说。这猜不出来了。猜不出来了啊！了你说。嗯，说啊，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？是什么？猪、母狼、马蜂。猪，嗯，还母狼，啊，还马蜂。对，你这什么破谜语这是？有好的没有啊？再给你换一个，再换一个。听好了啊，来个好点的。说，啊，什么植物加上什么动物像鸡？什么植物加动物？哎，还像鸡？哎，这容易。你南方人是不是？阿拉上海人啊。哎，对，这很容易。啊，你说说。小鸡炖蘑菇。小鸡炖蘑菇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猜不出来了。猜不出来了，猜不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嗯，这个谜语特别的奇妙。哦，想当年我给六位大学教授猜，他们愣是没猜上来。为什么呀？最后我把谜底告诉他们，啊，那六个大学教授，你猜怎么的？怎么样？差点没抽死我。哦，这么那六个大学教授也太弱了。说明我这个谜底呀，啊哦，非常的出人意料。哦，这么好呢？啊，那你说说到底是什么？说，嗯，什么植物加上什么动物像鸡？什么？先说这个植物。哦。这个植物是树，树这个动物是马，马树马相鸡。您那边溜溜去。你这什么破谜语？这是，能说点好的不能啊？行行行，啊，我也不跟你动物世界了。哦，咱换个数学题怎么样？你数学好不好？我就数学差点。数学差点，那就好办了。我跟你说。干嘛？你想骗我？我先问你啊，嗯，这个汽车有几个轱辘？汽车是吧？啊。汽车去，四个呀，四个轱辘啊！大伙说说看，汽车几个轱辘？是四个吗？五个？我问你，备胎算不算？啊，你就说加备胎不就完了吗？啊，五个。听好了啊！啊，说一辆汽车怎么样？行驶在法拉盛的小路上，哦，地上它有个坑，灯掉了一个，还剩几个轱辘？你这太容易了啊！你说五个轱辘啊，掉一个，嗯，还剩四个呀？四个啊？不对。四个不对，不对，不能够，那是几个？五个，不可能，你掉了一个还剩五个？你没听清楚，啊，我说地上有个坑啊，它灯掉了一个，这不还是五个吗？灯啊，掉了一个啊，跟轱辘没什么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叫谜语吗？这个，这脑筋急转弯儿，这我再给你换一个，换个高难度的，哎，来个好点的，这个来个悬疑惊悚几何数学推理题，你这是谜语吗？这是，听好了啊，哎。说，2006年8月3号，啊，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，2006年8月3号。你记它干嘛？这不你让我记的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没用，没用，你让我记得干嘛？听好了啊，哎，2018年8月3号，啊啊，在 Queen's College， 哦，就皇后大学，哎，对对对，校中央，哦，哎，有一条小路，怎么样？哎，迎面走来四位老师，四位老师，哎，嗯。
分别是教语文、语文、数学、数学、自然、自然、思想品德。你上过学吗？啊，大学老师有教这的吗？这 Queen's College 应该问有为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是啊。好，说四位老师啊，他们分别姓欧阳、欧阳、尉迟、尉迟、西门丁。西门丁？哎，西门丁不是台湾一地名吗？你没听清楚，说有一个人姓西门，另外一个姓丁。哦，这俩人。哎，对，都是父姓啊。四位老师，哦，两个怎么样？在扒垃圾桶。扒垃圾桶。哎，哦，啊，有一个老师在拧电灯泡。这都是老师干的活吗？还有一个老师在放风。放风？哎，问呢，肯定是那姓丁的。姓丁的是吧？嗯。四个老师怎么样？他忙活了30分钟，走了。走了。哎，走了。哦，迎面哦，怎么样？又走来一位老教授，又来个老教授。老教授今年75了，哦，这么大岁数。对，名字叫尼古拉斯·富贵。什么缺德名字这是？老教授，他上穿西装，下身运动裤，脚上人字拖。什么缺德打扮这是？老教授，哎，说前面两根头发，后面三根头发，问你究竟有几根头发？这个题我跟你说。太神奇了，这个题你猜。合着你前面又是老师，哎，又是穿拖鞋人字拖，嗯，跟你后边有关系没有？没关系。没关系你说的干嘛呀？你就猜几根头发。不就几根头发吗？太不容易。前面两根，后边三根。对，五根。五根。对，五根。五根不对。五根不对。不对，不能够。前面两根，后边三根，五根。五根不对，我告诉你，一根都没有。不可能。你没听清楚啊。说这个老教授前面两根头发，后面三根头发，究竟？究竟？对，这是一动作是吧？哎，他就五根头发，我给他全给薅了。你缺德不缺德啊你？得，我也不在这儿跟你贫嘴啊，时间也差不多。好，最后给大伙拜个年，祝大家日日平安，天天蒙福，常常喜乐，笑口常开。谢谢大家。待会儿让我再享受一下这个掌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有病吧？下边不是杰梅老师带着王杰他们跟这敲锣吗？不是啊，敲锣，他耍猴不？耍猴啊，耍猴也行啊。他们那个节目我知道，哦，叫《击鼓赞美响彻天》。好，听说是带着桶和棒子上来的，所以咱赶紧撤。好，大家欢迎。